老爸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嗯，哎呀妈，累死了。啊，上吃饭吃咋样？挺挺好的。好啊，哎，那几个人啊？4、5个人吧。有没嗯，有带家属的？有啊。那你怎么不带我去？真是。哎呀，那不是临时决定的吗？那人能带家属，你们带不去？下回，下次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包呢？找包？啊，哪个包？就上次你买那个包，嗯，那包干啥呀？没有，我看一看，不行，看看这个包，那样式什么样式？你个大老爷们看我包干啥？在那儿，在那个上面衣架上挂着。嗯啊，闲的，我包里又没有钱，你翻啥？呀，是挺好看。你这个包多少钱买的？200多呀。200多吗？嗯。麻烦吗？嗯。我眼光咋样？嗯。眼光怎么样？好看吧？真好。嗯，多少钱？200多呀。你好好说。啥好好说也是200多呀。不到5000块钱呢。少到5000块钱了，对呀、他是傻子呗，买一个。啊，人都傻，哎呀，200块钱，对呀，不我到这200块钱买5000块钱，这在哪买的？在哪买的？啊，哪买你也不知道，你知道票的哪你也去不了？放心。票？啊，没有票啊，200块钱包还200块钱包还给你开个票？好好说，接着编。我编什么？本来就没票吗？这200块钱包怎么可能有票啊？一模一样的包，一模一样东还西是做的。哦，这也不是牌子呗，这就是一个普通200块钱包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什么普通200块钱包啊？这么含？好好说，到底多少钱？好好说，老实交代，要不是我就收拾你。收拾我啥呀？快点！不就是花了几十个毛一点败家娘们儿，你怎啊么了？就买个啊，包儿，就买个包，买个包，来家你就老实交代呗啊！还跟我撒谎，200块钱啊！完现在又变成几十个毛一你啊！几点了？快看我要包饺子去了！哎，我要啊包饺子去了！哎呀，你可是来了，俺要吃饺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是你欺负我的结果！快，爸爸欺负妈妈，爸爸欺负妈妈！好，爸爸不弄妈妈了啊！啊，不弄了，不弄了！好，妈妈买就买了，好，欺负我的结果这是。好了，再买，老实说实话啊，多少钱买就多少钱，听没听到？哎呀！听没听到？那我就自己攒了点钱。啊！自己还有小四万块钱？哎，我下不来了，嘴瓢了。老实交代。